他们是一群养奶牛、卖水泥、当保姆的阿婆，却梦想着到北京开画展。阿婆的画展，记录一群阿婆的梦想。都在议论一件新鲜事儿，村里养奶牛的光琪奶奶、卖水泥的张军妈、当保姆的小双娘和80岁的老外婆要去北京办画展了。这个是牡丹，牡丹们1/100萃牡丹，这个是骨粉，这个是母粉。哎，是也会画的吗？画的不好看，我以为就天天敲钟牛吧。瞧瞧这会画的牛，这个是我父亲卖布啊，这个是我妈妈，我妈妈抱着我妹子，我大哥看着我念书。这老小你不能在这要。那两棵树是离我就我就把没有把那两棵树挖掉，我就把那两棵树画成个纪念。阿婆们平均年龄65岁，这两年他们每天都抽空来到位于洱海畔的画室画画。这些平日里打鱼种地、多数不识字的阿婆们，前半生连画笔都没摸过，如今却手持调色盘画起了油画。赵定龙，洱海边长大的90后，3天后他就要带着几位阿婆到北京举办展览了。现在他正忙着把画作打包发往北京。32幅。记得这32幅是走空运吗？对，空运跟我们一起杀北京。定龙是双廊白族农民画社的社长，而3年前的今天，他还在贵州打工，做40块钱一天的泥瓦匠。我在贵州的这段期间，是每天要必须要经过工厂与宿舍有一条路嘛，但这条路呢，这样经过我就在旁边有一家看到一家摄影店，完我是兴趣是从这来的。16岁的定龙不甘心一辈子跟水泥砖石打交道，就盘算着回老家开个婚纱摄影店。他借钱买了相机，拜村里一个外来的艺术家为师，学起了摄影。一下子转变身份的定龙，过起了半个艺术家的生活。一开始挺苦的，跟中药一样，一开始，现在挺好，而且每天不喝，下午会后脑勺这会痛。你要学这学。学摄影学艺术，你要是很多东西你要学会，喝咖啡、吃蛋糕、吃气势，很多很多，这些都是你要学的，试着学。那以后你出去外面了，去国外，你要喝咖啡、吃蛋糕。看到定龙洋腔洋调的架势，爸爸心里有些怀疑。从小做事没长性的定龙，真能当个摄影师吗？他读书又读得不怎么好，最后读那中专，读了1-2年，以后嘛就回来我们打鱼嘛又是吊儿郎当的，毕竟一手这东西，有些人是干了一辈子也干不出什么名堂。那他们可能就是因为你之前在做过的那些事情，打工你又不打了，读书你读了一半你又不读了，这些事情上看来他就说你做一件事情你做不成的。那我后来是发现因为自己不喜欢，所以坚持不下来，很难坚持在这个过程里面。
铁了心要学摄影的定龙却没想到自己婚纱没拍成，却被拉着去拍了一场葬礼。葬礼不是有一张送下吗？这个送下的是不是就看的时候是虚的，脸是糊的。当时的双廊拍照还是件稀罕事儿，很少有人家里有相机，有的家庭甚至连张全家福都没有。看到老人没有清楚的寿像，定龙就想为乡亲们先拍些照片，顺便练习摄影。我们挂一块牌，然后下面写一个电话，就是免费为双廊全村人民拍摄全家福，然后一个电话。来找定龙拍照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大家眼里顽皮的少年也因为做了这么件靠谱的事儿，在村里小有了名气。这是老大。这个是老二。有一天，村里80岁的老外婆找到了定龙，请热心的定龙帮他跑跑低保。当时为了琢磨构图和色彩，摄影之余，定龙又学起了画画。看到老外婆做的绣花鞋配色艳丽，做工细腻，定龙灵机一动，动员阿婆来和他一起学画画。画画得到卖出去的得到的钱是要抵你几年的低保的，你看行不行？还记得第一次拿画笔画画的感觉吗？第一次拿画以后我画出来，为了委屈你们，我认为可能又不错了，他说不怕，还是可以的。18、19岁不用画过画，不用读文字，哎，画出这些是还是挺漂亮的。对，他说我们才过去继续画。老外婆虽然78岁才开始学画，但绣过大半辈子的绣花鞋，这让他很快在配色和花鸟造型上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感觉。是你就觉得说自己太幸运了，能遇到这样，天生就是画家的人。为了向家人证明自己，为了让阿婆能安心的画画，2012年初，定龙创办了农民画社，老外婆是唯一的社员，她是自封的社长。我说他肚子饿，他只好没有出去吃草莓。我们在这里年牛给他配合，我们说他肚子饿了嘛，那他就咋不饿。回到人类最初就会3件事情：唱歌、跳舞、绘画。他们是一群养奶牛、卖水泥、当保姆的阿婆，却梦想着到北京开画展。阿婆的画展，记录一群阿婆的梦想。2012年的春节，老外婆和定龙办起了第一次画展，小小的院子挤了300多人。那次画展的14幅作品，有13幅被当场买走。挺新鲜的一个事情的，主要我们这个今年做的那个陈立展呢，是做给双廊本地的老大妈、老奶奶看的，就是鼓励他们可以参加我们双廊北村农民画社这样的。80岁前从没摸过画笔的老外婆居然成了画家，更神奇的是她心口疼的老毛病也缓解多了。感觉自己膝盖又好，膝盖皮和这个病也少，病了原来也高兴了，感觉她很开心很愉快，心情很放松，没有思想的负担，她心脏病就不会发。过了几天我感觉是像回娘家一样，就会画得很开心，然后就可能就是开心的时候就摆出小调就起来了。日子出来天黑天落门吧，做门吧，
老外婆的变化让村里的其他阿婆们羡慕不已。养了一辈子牛的光启奶奶、卖水泥的张军妈、当保姆的小双娘都来找定龙想要学画。这些平日里干农活的阿婆们连调色盘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又该如何教他们画画呢？回到人类最初就会三件事情，唱歌、跳舞、绘画。他本身就会的东西，他为什么就不会画呢？哦，起喽！给力给力啊！我不说。定龙和阿婆们学画画有他们自己琢磨出来的方法，那就是向自然学习。其他动物的就是两头牛，一匹骡子，这个是骡子不是马，一只羊，就是四个。要画牛就牵牛来，让阿婆们对着牛捏泥巴，体会它的形态，下笔就有准了。我说它肚子饿，它只好没有出去吃草莓。我们在这里捏牛，捏牛给它配合我们事，它肚子饿了嘛，那它就站不稳了。我这个是吃错了，它又站稳了。你要说哈子，这个牛它击败这里是凹进去的，然后到它的脖子这里，脊椎的一开始这里。是鼓起来鼓得很高的，然后咱们没把这个特点给捏出来。他们会惧怕去换这些东西，因为他自己就是说一直换不好，换得不下。那唯一你就是师傅讲的步骤就是你帮他们设置好，咱们就你怕咱们就捏，先捏，然后捏了很多次之后，他就会对牛的一个东西是很了解的，比如说像这个鼓起来的这个包，然后这里脊背是凹进去的，屁股再鼓起来一点，这种造型它捏过之后，它就在绘画里面就会表现出来。如果你把它你把学院派的那套来方式来教给这些农民画家们，他们可能就会对绘画产生一种厌恶，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就很烦。人家说有，走，别问你啦。我来吧，打，我来打，王木，你看。定龙和阿婆们就是按照这土办法画着他们熟悉的生活，画着他们眼中的双狼。正当大伙儿都憧憬着去北京办画展时，父亲却给定龙泼了冷水。北京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们一个穷乡僻壤的过去啊，这所担心的是人家会不会看不上你的这些东西，这是我所担心的。在父亲看来，儿子和老阿婆们办的农民画社就是不务正业。这两年双廊成了旅游热地，大批游客蜂拥而至，村民们都将家里房子盖成了客栈，定龙家也不例外。眼下正是旺季，家里的客栈需要人手，父亲希望定龙能回家帮忙。您起码二天收个媳妇啊，养娃娃啊，您要起码要撑得起这个家庭的这个担子，你要撑得起啊！如果你这点收入，媳妇都养不了，娃娃都养不了吗？你还这做的太失败了嘛，是吗？他们看着就是说，他这样下去不行的。他旁边的人，你看，看起来他们每天能赚了他500块钱、800块钱，他们就觉得看到这个钱，然后他们就一直说让我回去帮他们客栈里面做点什么，做什么。他年纪轻轻，野心蓬蓬的，也会歌声怎么说呢？曾经豪情万丈啊，这还正好是他们那个豪情万丈的年龄阶段啊。到二天，归来时，行囊空空。虽然家人都催着定龙回家帮工，定龙却一百个不愿意。他对村里遍地开花的客栈有自己的看法。算了，突然放的这么火热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着急了，就是一个急，就盼望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赚到这个钱，因为海底房卖的贵，
因为海景房就是很多人来住，然后咱们就填海，海填了之后咱们盖一个房子，盖一个客栈。双廊是个千年古渔村，世代都靠打鱼种地为生。这两年旅游一火，很多渔民都放下渔网，建起客栈，做起跟旅游相关的生意，这让从小在洱海边长大的定龙感到忧心。你看现在每个海边没有一个公共场合是让我们去游泳，搭一个小帐，然后煮一锅鱼，然后就在光着膀子在海上海边上晒太阳，然后等这鱼熟了就可以吃，这种场合已经没有了，都是起了客栈，这一栋那一栋，这一栋那一栋。说你走完一条街道，你就整个巷子的所有的内水卡都满的，然后你要撒把回去，你要撒把一扎都不舍得撒。而你现在是走完整个双廊街，你一扎照片来拍。定龙对四处开建的双廊忧心忡忡，而更让他担心的是将要失传的造船、石雕、打银等这些双廊本地的老手艺。现在你会看到我拍的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偏大一点的人在做手艺，是吧？那我每个人我都会问一句话，我说你会交给你儿子吗？他说一句话，就是说我交给他，他不要学，他说这个学出来赚不到钱没用。旅游业冲击了双廊年轻人的职业选择，这些老手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险境。定龙把这些老手艺记录下来，做成画报发给村民和游客，想让大家不要忘记这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。画社被工地的噪音和烟尘包围，定龙和阿婆们却依然每天来画画，画那些逐渐消失的景色，画他们记忆中的双廊。这个是鸭，小鸭两个嘛，这个一发出来嘛，它跑你快了，它可着马跑。哎，这里过海上游，这衣服嘛一条狗多，哎，一条狗多，这个嘛老乖乖在这里钓鱼，这个嘛他四岁一个，实质上是不是人，这些是在幻想当中是。我至少一幅画没有吧，我至少一支笔有吧，我还能再接着画画。好心却数次被拒，包工头现身，辛苦钱能否讨回？刘建光讨薪记为您讲述八位农民工讨薪的艰辛历程。终于到了去北京办画展的日子，阿婆们平均年龄65岁，她们第一次坐上了飞机，第一次走出了家乡。老外婆说自己8、9岁的时候就想去北京了，如今已经80岁，终于有了机会。这次去北京办画展，大家更像是去圆一个梦。否则啊，没有了，一次没有做过。这些是
反正一露宿露宿就靠自然了。嗯，这还是一手看见白云啊。嗯，白云是下一朵棉花，下棉花地里先的棉花开出来先的一雪白的棉花了，不是？画展设在北京世纪坛，共有七位阿婆的35幅作品参展。开幕会上，很多名人和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，给这些打鱼种地、辛劳半生的阿婆们捧场，为他们拿起画笔鼓掌，为美丽的双廊喝彩。是我们村里的事儿，这些奶奶、婆婆。那些大嫂都是我认识他们的，他们主要是把他们的情感，把他们对这个自然和生活的一些特别生动的一些景象啊描绘出来。其实我不是太，我喜欢画，但我不懂画的技法，但我觉得它是有情感的。画展结束，展出的35幅作品中有28幅被收藏，阿婆们都很高兴，也终于实现愿望，逛了最想去的故宫，在天安门前和李莹莹。来，看我，一、二，一、二，哦。从北京回来，定龙马上拽着很久不打鱼的爸爸和爷爷来到他最喜欢的洱海。爷爷当过船老大，是很好捕鱼的能手，如今家里开启了客栈，打鱼的技能也生疏了。大王，但他真的挺用力的，整个全身的腰部力量一直上来臂部，然后手部的一个爆发力，他是一下子释放出去，这个碗就动得圆。我打那个时候大鱼碗撒下去，好多都挂住好多大鱼啊，好多大鱼啊，一收到他那，他哗一声就跑了，哗了一声就跑了，最大的那些就找不到了。重回双廊洱海，定龙说，无论环境如何变化，他和阿婆们都会用手中的画笔画下他们记忆中宁静美丽、鲜花盛开的双廊。